哎，你有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喝安眠酮，什么糟糕的事情都会发生。你喜欢小孩吗？我特别的喜欢小孩，咱俩将来啊生俩孩子，还想跟他生一个宝宝，跟他有一个家。你以前做过堕胎手术吧？而且你以后怀孕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当然不是完全不可能，就是非常小，几乎没有。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未来综合台，敬请准时收看《男人帮》。